还有啦，我们两个现在在 Big Camera， 我们的地盘。攻略方式：先到顶楼，从顶楼动下来。好，我们来看到底有没有比较便宜。EVA 系列的，跟我的口罩间一样。哇，那个这一层简直是阿辉的天堂。不，我现在长大了，我买更贵的。你买更贵的是？对，我长大了买更贵。哇。没有时间组模型，就花钱叫人家帮忙。不是 ，S 的那个。七楼不是，七楼是玩具哦。玩具跟 DB Game 啊。是。你看身体打击多好啊，多帅。哇，好帅哦。啊，这是新的、啊、NG 叉的那个功底自由。我们俩该不会就在这边结账了吧？Quick Two 对啊，我有啊。对。然后我看他们好像。朋友还是没有上啊，因为朋友比较贵。那快的兔比较接近一般的用户的版本。你说这个像一般用户版本？对对对，不过它比较特别爱涨，它爱涨价，很少就是可以产品有涨价的。所以这边卖多少钱？我们今天要帮他查价，它多少钱？没有写。所以这边没有价格。有价格。有。是这个了。对，快兔。74400，台币16861。因为后来它涨了大概$300。为什么涨啊？这真的是非常奇葩。你我们做科技产业这么久，你有看过涨价的产品吗？哦，没有。而且它从$399涨到499，所以差不多就是499嘛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哦 ，Pico 我倒是没有看过。等等，Pico 59400，但是因为它软体比较缺少啊，目前我是觉得大家在争。你说 Pico 这个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PS5。49470，这个数位版，这是数位版，然后左边是光碟版，光碟版64470，没多少台币呢？我要现在看，他说多少？这里，60470实体版，多少钱？13000。是我算错，很便宜啊！台湾要一万七吧，涨价之后光碟版17000。台湾17000哦。对。看到一个想要的东西了。想要。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有 LED 内藏的。的冰箱哎。而且这个大小，你知道，就是放在你，而且我都想好，我把它吊在那个我的升降桌下侧，然后我就可以打电话打来，对，然后就直接打开。对耶。对。多少钱？其实也没有很贵啊，24750。不是啊，在搬回台湾好累。就是我叫烂。你在摸什么？我特别要讲一下，因为这一般人可能比较少看到，或者死机，就是其实打开感觉像 Android 对不对？但它其实是 Sony 出的 Walkman， 就是用 Android 系统做的一个音乐专门的音乐播放器。对。那它本身啊，它就是主要是它自己耳机的推力会比较推效果比较好。简单讲，就会像内建耳廓，所以主要是专门的音乐播放器。那在目前都是智能手机的时代，就是专门要对音乐最佳化的机器是蛮有趣的，然后也蛮小台的。那它其实当然里面就是 Android，真的很小哎。但是你看价格，侧边按钮，请看价格，你看不比手机便宜哦，57200。对，而且这还是普通版本，它有更贵版。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，下这是播放器，算神器了。你说这个是神器啊？Bluetooth 这个也是喇叭，这也是喇叭，好帅哦！托尼，这个是多？这个在台湾买很贵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应该价格差不多。但是我看到一个东西不一样，我要特别讲了。好，哪一个？你们没注意到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大台的 Google Hub， 这个不知道台湾会不会引进，觉得其实不错，因为小台，我们台湾有小台的嘛？这是我们小台的之前做过大台，除了比较大之外，我是讲废话。大台有视讯镜头，大台有一个视讯镜头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我觉得很棒是，如果你是大以后大台只要台湾有出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买一台放在爸妈家里，对，家里他就可以直接用，可以用 Google Meet 做视讯。还有大台的哦，好，
然后他有卖有出一些这个阿玛龙，阿玛龙的，但是阿玛龙这些他不支援中文，所以没有用啊，买了没用。我之前买过，那就不要买了没用，浪费的时间。OK， 好，走，我们再往前看。哎、欸，桑霸，来帮大家查一下，日本查的，29,700，加多少钱？6,700块而已。第一名，这是 JBL 的第二名，这种牌子啊？哦，这个啊，双龙，它是算是做智慧音箱的、啊。这做智慧音箱的，对啊，这最39,800而已，这不错哎。39,800，它就是你有家里有其他产品的话，它可以全部串在一起，然后自动切换功。9,000块，哎、欸，而且很小台哎。不过它的特点还是你知道很多非常非常多台，你就是客厅放一台，然后什么卧室放一台啊，啊，这样就会比较有用。哎、欸，在目前这样平均起来，它这个是平均最高的音质、低音跟临床感，这个最高的。哎呦，我搭茶价、啊，有些可以过来买，真的，你看它有搭配起来多漂亮啊！这也是。它在美国卖第一名的这一颗，它就是智慧音，美国智慧音箱算是前几大厂牌了。70，这是比较高级的产品啊，23,000。1,4,570，25,900，也还好。高阶的我觉得这样还好。哎呦，不错哦。然后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，就是电脑键盘或是电脑或是笔记电脑要注意。就它的按键，除了它有英文的，除了我们一般英文之外，它有日文印字之外，对，有些按键的布局是不一样的，这要注意一下。像注意看啊，我们什么前符号啊、特殊符号的位置是跟我们的英文键盘是不太一样的。哦，都不一样的。对，而且因为它是按键位置不一样，所以你就算是拿贴纸贴掉，或是其他重印的印刷，都还是有点小问题。所以在日本买笔电这个地方特别注意。对，但然后再来就是，但是有个厂牌可以特别处理，苹果。苹果你可以客制，你可以选你要存英文版面的键盘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去看看苹果它在这边卖的价格会不会更比台湾更便宜、啊？好 ，HomePod 第二代耶，怎么分辨是一代二代？快速的放摸上面这个，这个有点弧度凸出来是一代 ，OK， 平面凹下去的是二代。好，44,800，10,000块，是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，10,000块耶，完了，我今天可能会。结账了，这是他们的 AirPods Pro 第二代，39,800，我看一下多少钱，9,000。这一台 Mac Mini 新版是吗？M2 这一台，好性感啊！多少钱 ？M2。16G 512GB 的这一个184,800元，没有啊，没有便宜啊，有要便宜吗？其实前几年是有比较便宜，因为汇率差别嘛，但是苹果后来整个就新品就有调整价格。但是你知道在 B Camera 可以还有一个5+7的退税，10+5，10+5，然后你知道刷 JCB 还可以再10%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苹果在台湾呢、啊，如果你是这样PC用那些平台买，都可以24小时40%啊，就直接就有了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另外一个考量点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我们刚已经出来了啦。结论，你觉得有便宜吗？我觉得有，但是要注意一下，还是要稍微比较一下，还是要比较啦。对，不过目前我觉得差不多，但是因为你就看，因为有时候现在是货买不买得到，或是我们就觉得是有些他很少，对，先买，对，那但是要比较一下，然后。哪里可以买这样子？好了，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。就这样了，拜拜。